爹，给老子好好揉揉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放了你。怎么走啊？按道理来说呢，应该离这儿也不太远吧？我知道。哎呦，快！傻子兄，哎呦，
傻子兄果然是气宇不凡呐！这装聪明的我见多了，这装傻的很是头一回。你才傻呢！嗯，你都去不了了，你哪儿来的？我哪儿去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到底是谁呀？我呀，我是金山观的道师，这次是师傅派我下山的。师傅让我去黎族呢，教一个很贵重的东西。别管你是谁，黎族都去不了了，去黎族必须得走水路，那边出事了。出事了？你是道士啊？是啊。你是道士啊？会捉妖吗？会。你坐这儿。别动。大师啊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你只要把它除了，这都归你。我要你的家当也没什么用啊。大师啊，我们整个王家村都靠打鱼为生，前几个月那湖里突然出现一个水妖，凡是晚上靠近那湖的人，第二天飘回来的都准是个尸体，多年都惨死在那水妖手里。现在我们整个王家村晚上都不敢出门，更别提接近那湖了。可是你说我们全村人都靠打鱼为生，这靠近不了湖可怎么活呀？大师，如此美貌的女子在湖中戏水，着实是一副美景啊。姑子深夜泛舟才是好大的雅兴。这一个人泛舟吧，难免孤寂了些。若公子不介意的话，小女子倒是愿意与公子共度这良宵。共度良宵？但是正好，只要你不害怕。我有何可怕的？难不成公子还要吃了我？那都不会，顶多嘛受了。你you
年轻人，你的命可真大呀！数月以来，你是第一个活着回来的。年轻人，这是我儿子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先换上吧。谢谢老先生。听说您儿子，但是一直没见到。跟你一样，数月前呢，正好遇到了妖怪。我每天都到这个码头上来，希望看到我的儿子。老先生，节哀顺变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不是那王家执意把那个外族女子进猪笼，我们镇子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进猪笼？那个女子就是王家新入门的妾室，刚生一个娃就被拉去进猪笼了。您说的这个王家可是王俊全的家？对，就是他们家，就是他。大师，你把那妖怪除了。说，你跟那水妖到底什么关系？但是那人和妖怪能有什么关系啊？还给我装傻，不说实话是吧？行，走，跟水妖对峙去。走。哎，我说我姑娘，你该不会是仙女吧？你长得真好看。啊，我们乔伟是仙女，我们是哪样？然后，二位自然也是仙女。我刚才只不过光顾着听唱歌，请二位包涵。哎，你这嘴甜的了，跟我们家甜瓜似的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回家做饭喽。你说他们是哪个村的姑娘？这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孩。你这家伙就别做梦了，哥打你的鱼去吧。
你说这丫头这么省灵，怎么就看上你家俊全了呢？就是就是，哼，我说你们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们家俊全怎么还就配不上一个外乡丫头了啊？哎呀，王妈，我这不是为你好，这女人漂亮啊，事儿可多着呢。我听说他们村的女人呐、啊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哎呦，可不是嘛。我不管之前你家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，你现在入了我们王家，就得守我们王家的规矩。是的，母亲。别，先别这么快叫我母亲，等你给我们王家生了孙子以后再叫也不迟。行。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我娘她不坏，她就是太要强了。我从小就被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到大，他不允许别人说我家一个不字。你能担待他吗？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我就不会在意这些，只要你好好待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能娶到你这样的新娘子，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，我发誓，此生此世，我一定好好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不能再等了，要出人命了。娘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收我们家俊全的时候就是挑了一个好时辰，你看他现在多有出息啊，是吧？要我说呀，这外族女人她就是娇气，你务必再等两个时辰。两个时辰，哎呀，人命关天啊。娘，这都叫成这样了，我必须得进去看看。不行，不能进去，这是不吉利的，女人生孩子都是这样。对不起，王妈，是个男娃。我看看。真好。娘，您看看，这是不是和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？我看一点都不像。那肯定比我小时候好看多了。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是确认一下嘛，把手给我。哎呦，哎呀，把手给我。两心不相容啊。怎么可能呢，娘？你看呀，坏了坏了坏了。
怎么可能呢？这事可不能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王家可就丢死人了。这个女人哪，造孽呀！说了，就是因为你们产后房事过多，才成这个样子的。他产后，我根本就没碰过他呀。啊？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想着偷人呢？啊？你跟我说说，我们王家哪儿对你不好了啊？你给我们王家扣这种帽子！俊全呐，咱可不能留他，这事儿都传开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儿啊，我告诉你，就像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就该进猪笼，下地狱。可惜了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却被你们逼成了妖。我是不会帮你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还不都是因为她不守妇道，咎由自取。大师，你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也要想想我们全村老少。他们都靠着码头活着，这样下去，早晚都要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大师，我们全村人都要死绝了。好，我帮你。今晚跟我去王家湖。大师，
去了，我就死定了。我不能去。你不去，就一定会死。去了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那黑衣经过昨晚，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出现。既然你们之间有如此的渊源，那也只有靠你才能把他引出来。切记，一定要护好紫莲花灯。莲花灯灭，神仙都保不住你。你这妖怪，生前就做出那种无耻之事，死后还要变成妖怪害人，我真后悔当初认识你。道士，为何总是纠缠于我？与我有何冤仇？人杀人都得偿命，更何况你是妖。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你就救得了他们吗？哈哈哈哈，再不行，他们早就死了。现在也只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罢了。为你这一身的修为，竟然看不出他们死有余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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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！姐，你要真的死了吗？死了。
事。哎呦，宝宝宝宝，别哭啊！真好吃啊，和今天上次啊一模一样的。是啊，看这孩子，哟，真好啊，这小鼠啊。师傅，妖有心吗？有，所有的生灵，他们都有心，只是各自的立场不同罢了。那该如何分辨心的善恶呢？就像画中仙，水中月，并无一个参考。真实的一切，只能你自己用心去感受。是活人呢？我是青山观的道士，找门医的事，给我拉下去。你们好，你们放开我！这是草菅人命！村长啊，我家教练向来足不出户，他怎么会变成妖怪了呢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。村长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我们家教练，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不是妖怪啊！有人亲眼看见你女儿是妖怪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青山镇不能有妖怪存在。救救我们家娇娘！这说起来啊，还是半年前的事儿。我们家娇娘被一个画师哄骗了，我是怕她继续哄骗，我们家娇娘，我就把她打跑了。谁知道怪事出现了，这穷画匠画的画啊，突然就活了。我们家娇娘啊，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整天的自言自语。行为举止也显得非常异常。有一回啊，我就在他这房间里发现我们家娇娘居然变成了画中人，他
当时就把我给吓晕了。我是想到我们家娇娘她的名声和清白，所以就把这个事儿给瞒下来了。谁知道啊，还是被乡亲们给知道了。导师啊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娇娘啊。是啊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娇娘啊。娘子娘妖孽一天不除，青山镇就一天得不到太平。今天我们一定叫他把女儿交出来。对，把女儿交出来。姑奶奶家的女儿不是妖，就算是妖她也没有害人啊，你们为何苦苦相逼？臭小子，我们这个事不用你管，管住我们青山镇，管住我们青山镇，管住我们青山镇。小命肯定怕火种吧？娇娘，快走！
奉你父母之命前来救你，既然你已出此话，就先跟我回去吧。姑娘，道长，我求你放了长生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求你，我求你放了长生。自愿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自愿进这画中？是，是我自愿的，都是我自愿的。道长，我求你放了长生，他已经为我死过一次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他。街上见到他的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子年纪轻轻的，画的东西却是栩栩如生。过几天啊，我老娘就80大寿了，所以说啊，我专门请他来替我老娘画一幅牡丹长寿图。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。是啊是啊。就会追上我了。（笑）这画既然做好了，你也没必要在这儿多待了，是不是？该走了。何老爷，我和娇娘一见钟情，能否？放肆！你一个穷画家，居然敢打我们家娇娘的主意！来人，啊，速看！何老爷，请您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以后一定努力带给娇娘幸福。放屁！来人，给我轰出去！是，站住！放开我！何老爷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？给我拖出去！打！是，就拖！放开！何老爷，你怪不能这样！放开！娇娘！是，慢，他们就是张生。娘，路边的野狗都有自知之明，就凭你，哼！此后，我爹就一直把我关入房内，而张生。Oh, my God.
何小姐所患之病乃是心病，老夫也无能为力啊。大哥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，她都绝食三天了，你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大夫，大夫，你想想办法呀。大夫，你想想办法呀。想想办法。张生相会，方才知他已入化成妖，如今天地之大，已再无他容身之所。道长，我们从未害过人，求你放了我们吧。可现如今你们人妖两个，如何长相厮守？有张生的世界才是我想要的世界，就算以张生在画中厮守一生，娇娘也无怨无悔。他们在这儿，这儿呢，来，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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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活着？你要吓死为娘了！娘，我只活在张良德，你让娘怎么活呀？没事就好啊。贺老爷，他俩本就情投意合，原本应该成为一代佳话，你为何苦苦相逼，这他们阴阳两隔？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不管是这个妖女，还有这个妖化，哎，还有你这个小子，青山镇不能有妖怪存在。镇长，何小姐绝对不是妖，张生虽然是妖，但从来没有害过人。还请镇长将张生交给我，让我带回青山观超度他转世投胎，绝对不会再制造混乱。妖言惑众，妖怪岂有不杀之理啊。镇长，不可呀，不可不可呀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。也许这样是我们最好的解决。小娘，你疯了吗？你啊，还有你的世界，我活着又能如何？倒不如今日让你我死在一起，说不定，说不定还能汇成一段佳话呢。救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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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娘
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强公爵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夫人！人的一生便是不断错过的一生。错过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错过傍晚的最后一抹晚霞，错过一个命中注定的姻缘，错过一段唇红齿白的芳华。那师父，如何才能不错过呢？有些东西就是等错过后才知珍贵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练习法吗？然后呢？还要铜钱。可是出了什么难事儿？不要放在心上，说出来，本族长给你解决。李道士，李道士，您说什么？啊？多谢族长关心，此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啊，没事就好，有事包在俺身上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师父托我给您带的书信。还写什么信呢、啊？我都知道啊。这个青山观的这个粮食还有这个药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给拿去啊！你看看，你看，不够快点。我代师父再次向您表示感谢，您是我们青山观的恩人。厉害了，厉害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们修道之人啊，相较出没，理应得到俺们的拥护。你们在，俺们就踏实啊。欠菜，身外之物，不足挂齿。族长，不好了，
话什么？天大的事儿，慢慢说。小灵芝在祭祀的时候被人夺走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呢？这不是寇老二，原本他是跑不掉的，后来他竟然利用什么障眼之法，消失在祭坛之上，没影了。障眼之法，你马上把人给我找出来，挖你三尺也给我找出来。妖力之上俺本族的生物，抓不住哪里手来着？是。寇老二，族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都是小事啊，都是小事。天大的事，慢慢说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，真正的妖灵芝在哪儿？寇老二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是个妖啊！三天之内，你们不把真正的妖灵芝救出来，我就拉着全村人陪葬。细小的骨刺，奇痒难忍呀！我们可能中毒了。你跑俺这里干什么？你赶紧找大夫医治啊！这毒也在脑子呀！是啊，这是药毒，不得用的。李老师，喝个凉粉。没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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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红线前往，可不是你这傀儡就能破的。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拿。人都在找你，爹，我知道，爹，
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啊？我没事儿，人老了就都这样。爹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！孩子，这寿终正寝，是人之常理。你不懂，当时你从小就需要别人照顾你，爹走了。地方去，要不你就先留在我这儿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和我做个伴儿。我这还有点不适应，你长得也太吓人了。没事没事儿。老康。这小伙子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呀、啊？我的私生子。啊，私生子！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老小子你呀、啊，能生出这么俊俏的私生子啊？啥事儿不都有可能啊？哎呀，这小子太水灵了，长得真的才是男的。张二婶，二婶。大娘，大娘，哎，老寇啊，他长得还真是像你，亲生的，亲生的，就是长得真的，长得真像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谢谢，谢谢，疼孩子了。小四，小四，树啊，我知道你没睡。你就别装了。你不是我们黎族的人。对，我不是你们黎族的，我是青山观的道师，这次啊，是师父派我来的。我劝你这次少管闲事，要是师父知道我见死不救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都是你啊，干嘛非要追着这灵芝不放啊？不用你管。啊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话说回来，你既然知道我住这儿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师父从小到大就和我说了，不能跟妖交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我们俩这样不算交谈吗？交谈？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也是啊。你说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小四伟，你说话呀！好，
不说也罢。不过讲真的，这些村民我也知道你是无心害他们的，你不如把他们的骨头给捡了吧，你看他们多痛苦啊。我告诉你，不拿到灵芝我绝对不会捡。我说你干嘛这么执着啊，这药灵芝只能提升你20年的修为，你现在有100年的寿数呢，你干嘛这么急于求成啊。啊脾气还挺暴。村民的骨头捡了，我可以放你走。你少在这假惺惺了，告诉你，这药灵芝我要定了。药灵芝你是拿不走的，除非你先过了我这一关。药灵芝是为了救你爹啊。爹，灵芝，你快吃灵芝啊。爹，你想干嘛？你如果拦我的话，你可能连你爹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灵芝，我把灵芝拿回来了，爹。孩子，没用的，生老病死，是人，谁也躲不过。离在世间的路啊，还长着呢，爹不能再照顾你了。你啊，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。不会的，爹，爹不会的，你不能死，你知道我还小，要是没有了，我一定会死的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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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h!
我就要灵芝。要灵芝，要灵芝，我要灵芝。高老二，高老二，我杀了你！部长，他救你的心情，满身笑一些，他现在修为都没了，你看我们能不能？竟然还能说这种话！当初说捉妖的是你吗？让我拿出妖灵芝来引他的也是你吗？现在他把我们族的任务给毁了，我怎么向我的族人交代？你说，妖灵芝就这么毁了我们族的任务？毁了我族的任务，用我族的心法。我要用火线烧死你！你说的是不得！不许你插手此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断绝跟金沙关的任何关系。你雇得起杀人吗？你！马上！组长，你不是我的族人。你没准干上我族里的事，我今天就代表我的族人烧死你！族长，我是李族人，我要怎么保护寇哥哥？寇哥哥以前经常陪我玩，他还经常帮助族里人干活。就算他是妖怪，也是好妖，我们不能杀他。小林说的对呀、啊。这小子经常帮我们放牛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他平时人不错的，帮了我们不少忙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那个药灵芝啊，毁了就毁了，再怎么说他也不值一条命啊，是吧？老秦，这是老寇家的香火呀，您说是不是？没事的，寇哥哥，寇爷爷不在了，我可以保护你。组长，放了他吧，组长。组长，放了他吧！啊，组长，放了他吧！组长，组长，放了他！组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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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了他吧！组长，放了他吧！相遇都是命中注定，无论你遇到谁，何时出现，他们都会教会你什么。所以啊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要相信那是你应该遇到的。哥哥，我们一起去看孔明灯吧。孔明灯是什么呀？我爸爸说，善良的人把自己的心愿放在孔明灯里，放飞到天上，心愿就一定会实现的。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哇！找一条幽静滔滔的路，寻一处自由的湖，寄人远，邀请人间霜。我知道，无论是人，是妖。一切生灵皆会不顾一切地追寻自己所爱。世间万物本由情所生，即使花会凋零，人会离别，但他们情之所处则会永远长存，化作这世间最美好的回忆。
来世说生命中的每段旅程都往复不息，我愿能再次与你相遇。我等了又等，你又让阻挡，我等了又等，花开花落，出我看我又疼，再不见你的
快打就没事了。干啥呀？兄弟！王军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兄，你说这黎宗村应该怎么走啊？按道理来说呢，应该离这儿也不太远吧？我知道！哎呦，快！傻子兄，哎呦，傻子兄果然是气宇不凡呐！这装聪明的我见多了，这装傻的还是头一回。你才傻！黎宗去不了了，哪儿来的？我哪去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到底是谁呀？我呀，我是青山观的道师，这次是师傅派我下山的，师傅让我去黎族那交一个很贵重的东西。别管你是谁，黎族都去不了了，去黎族必须得走水路，那边出事了。出事了？你是道师啊？是啊，你是道师啊？会捉妖吗？会。你坐下，别动。大师啊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你只要把它除了，这都归你。我让你的家当也没什么用啊。大师，我们整个我们家村都靠打鱼为生，前几个月那湖里突然出现一个水妖，凡是把它靠近那湖的人，第二天飘回来的都准是个尸体，多年都惨死在那水妖手里。现在我们整个王家村啊，晚上都不肯出门，更别提接近那湖了。可是你说我们全村人都靠打鱼为生，这靠近不了湖，怎么活呀？大师，如此美貌的女子在湖中戏水，着实是一幅美景啊。夫子深夜泛舟才是好大的雅兴。这一个人泛舟吧，难免孤寂了些。若公子不介意的话，小女子倒是愿意与公子共度这良宵。共度良宵？那是甚好，只要你快吧。我有何可怕的？难不成公子还要吃了我？那倒不会，顶多嘛，受礼。你敢？情人，你的命可真大呀，数月以来你是第一个活着回来的。
年轻人，这是我儿子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先换上吧。谢谢老先生。听说您儿子，但是一直没见到。跟你一样，数月前呢，就还遇到了妖怪。我每天都到这个码头上来，希望看到我的儿子。老先生，节哀顺变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不是那王家执意把那个外族女子进猪笼，我们镇子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进猪笼？那个女子就是王家新入门的妾室，刚生一个娃就被拉去进猪笼了。您说的这个王家可是王俊全的家？对，就是他们家，就是他。大师，你把那妖怪除了。说，你跟那鼠妖到底什么关系？大师，那人和妖怪能有什么关系？还给我装傻，不说实话是吧？行，走，跟鼠妖对峙去。走。我说。该不会是仙女吧？你长得真好看。啊，我们乔伟是仙女，我们是哪呀？二位自然也是仙女，我刚才只不过光顾着听唱歌，请二位包涵。哎，你这嘴甜的了，跟我们家甜瓜似的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回家做饭喽。你说他们是哪个村的姑娘？这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孩。你这家伙就别做梦了，哥打你的鱼腥了。你说这丫头这么省灵，怎么就看上你家俊全了呢？就是，哼！我说你们怎么说话的？啊？我们家俊全怎么还就配不上一个外乡丫头了？啊？哎呀，王妈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这女人漂亮啊，是个多的。我听说他们村里的人呐、啊，哎，算了，皮差不是吗？我不管之前你家父母是怎么教育你，你现在入了我们王家，就得守我们王家的规矩。是的，母亲。先别这么快叫我母亲，等你给我们王家生了孙子以后再叫也不迟。走。
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我娘她不坏，她就是太要强了。我从小就被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到大，她不允许别人说我家一个不字。你能担待她吗？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我就不会在意这些。只要你好好待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能娶到你这样的新娘子，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发誓，此生此世，我一定好好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不能再等了，要出人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收我们家俊全的时候，就是挑了一个好时辰。你看他现在多有出息啊，是吧？要我说呀，这外族女人她就是娇气。你务必再等两个时辰，两个时辰。哎呀，人命关天啊！娘，这都掉成这样，我必须得进去看看。不行，不能进去，这是不吉利的。女人生孩子都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王妈，是个男娃。我看看，真的。娘，您看看，这是不是和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妈看，一点都不像。那肯定比我小时候好看多了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是确认一下嘛。把手给我，哎呦，哎呀，把手给我。娘，行不相容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看呐，坏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事可不能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王家可就丢死人了。这个女人哪造孽呀！说了，就是因为你们产后房事过多，才成这个样子的。他产后，我根本就没碰过他呀。啊？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想着偷人呢？啊？你跟我说说，我们王家哪儿对你不好了？啊？你给我们王家扣这种帽子？俊全呐，咱可不能留他，这事儿都传开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儿啊，我告诉你，就像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就该进猪笼，杀你一律。
竟化成了妖，害死了很多人，全村都不得安宁。可惜了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却被你们逼成了妖。我是不会帮你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还不都是因为她不守妇道，咎由自取。大婶，你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也要想想我们全村老少，他们都靠着码头活着，这样下去，早晚都要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大师，我们全村人都要死绝了。好，我帮你，今晚跟我去王家湖。大师，我去了我就死定了，我不能去。你不去就一定会死，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那黑衣经过昨晚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出现，既然你们之间有如此的渊源，那也只有靠你才能把他引出来。切记，一定要护好紫莲花灯，莲花灯灭，神仙都保不住你。你这妖怪，生前就做出那种无耻之事，死后还要变成妖怪害人，我真后悔当初认识你。道士，你为何总是纠缠于我？与我有何冤仇？人杀人都得偿命，更何况你是妖。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你就救得了他们吗？他们早就死了，现在也只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罢了。费你这一身的修为，竟然看不出他们死有余辜。小心！孩子，哟，真好啊，这小子。
师父，妖有心吗？有，所有的生灵他们都有心，只是各自的立场不同罢了。那该如何分辨心的善恶呢？就像画中仙，水中月，并无一个参考，真实的一切只能你自己用心去感受。我是青山观的道士，要门一个事，给我拉下去。我你们放开我，这是草菅人命啊！村长，我家赵良向来足不出户，他怎么会变成妖怪了呢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。村长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我们家赵娘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不是妖怪啊！他不可能亲眼看见你女儿是妖怪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青山镇不能有妖怪存在。救救我们家娇娘！这说起来啊，还是半年前的事儿。我们家娇娘被一个画师哄骗了，我是怕她继续哄骗，我们家娇娘，我就把她打跑了。谁知道怪事出现了，这穷画匠画的画啊，突然就活了。我们家娇娘啊，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整天的自言自语，行为举止也显得非常异常。有一回啊，我就在她这房间里，发现我们家娇娘居然变成了画中人，当时就把我给吓晕了。我是想到我们家娇娘她的名声和清白，所以就把这个事儿给瞒下来了。谁知道啊，还是被乡亲们给知道了。道士啊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娇娘啊。是啊，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娇娘啊。让我娇娘也一天不从，青山镇有一天得不到太平，今天我们一定叫他把女儿交出来。对，我来就是。穆兰山的女儿不是妖，就算是妖，她也没有害人啊！你们为何苦苦相逼？臭小子，我们这的事不用你管，管住我们青山人，管住我们青山人，管住我们青山人。Thank you.
你是画里的人，小米肯定怕火种吧。前来救你，既然你已说此话，就请跟我回去吧。姑娘，道长，求你放了长生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求你，我求你放了长生。自愿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自愿进入化妆？是我自愿的，都是我自愿的。道长，我求你放了长生，他已经为我死过一次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他。前几天啊，我在街上见了他的。你还别说，这小子年纪轻轻的，画的东西却是栩栩如生。过几天啊，我老娘就80大寿了，所以说啊，我专门请他来替我老娘画一幅牡丹长寿图。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。是啊是啊。既然做好了，你也没必要在这儿多待了，是不是？该走了。老爷，我和娇娘一见钟情，能否放肆？你一个穷画家，居然敢打我们家娇娘的主意！来人，啊，放开！贺老爷，请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带给娇娘幸福。放屁！来人，给我轰出去！是，放开！放开我！贺老爷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你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？给我拖出去！打！不是，警察，放开！你不要再这样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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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张生！娘，小七，路边的野狗都有自知之明，就凭你！此后，我爹就一直把我关入房内，而张生。Thank you.
何小姐所患之病乃是心病，老夫也无能为力啊。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，她都绝食三天了，你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大夫，大夫，你想想办法呀，大夫，大夫，想想办法呀，大夫，你想想办法。常入画中与张生相会，方才知他已入画成妖，如今天地之大，已再无他容身之所。道长，我们从未害过人，求你放了我们吧。可现如今你们人妖两个，如何长相厮守？有张生的世界才是我想要的世界，就算与张生在画中厮守一生，小娘也无怨无悔。我们在这儿站着，来，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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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活着？你都吓死为娘了！娘，你不在张辽德，你娘娘怎么活呀？没事就好啊。贺老爷，他俩本就情投意合，原本应该成为一代佳话，您为何苦苦相逼，让他们阴阳两隔？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，不管是这个妖女还有这个妖花，哎，还有你这个小子，青山镇不能有妖怪存在。镇长，何小姐绝对不是妖，张生虽然是妖，但从来没有害过人，而且镇长将张生交给我，让我带回青山观超度他转世投胎，绝对不会再制造混乱。妖言惑众，妖怪岂有不杀之理啊。镇长，不可呀，不可不可呀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。也许这样是我们最好的解决。小娘，你疯了吧你啊！还有你的世界，我活着又能如何？倒不如今日让你我死在一起，说不定，说不定还能汇成一段佳话呢。我女儿现在没了，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小姐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夫人！人的一生知道是寻常。护自己的时候啊，就在这儿老实待着，听到没有啊？啊！要买了！
刺猬。你要是没地方去，要不你就先留在我这儿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和我做个伴儿。我是怀着还有点不适应，你长得也太吓人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今天就带着我的族人杀我三爷。族长，我是李族人，我要怎么保护我哥哥？我哥哥一直经常陪我玩，还经常帮着族里人干活。就算他是妖怪，也是好妖，我不能杀他。小林说的对呀、啊，你少在这帮忙放牛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他真是人不错的，帮我不少忙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再说，他不理他命吗？是吧？我觉得这是老婆家的香火呀、啊，您说是不是？没事的，寇哥哥，寇爷爷不在了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我知道，无论是人是妖，一切生灵皆会不顾一切地追寻自己所爱。世间万物本由情所生，即使花会凋零，人会离别，但他们情之所处则会永远长存，化作这世间最美好的回忆。来世说生命中的每段旅程都往复不息，我愿能再次与你相遇。